我是吴安。明天4月10号的星座运势到底如何？赶快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非常旺盛，在这边恭喜你了。首先要恭喜巨蟹座的朋友，工作运非常的好，而且想法非常的多变哦。狮子座朋友也不赖，你的表现的老板通通都有看得到。而处女座朋友更是好运当头，很多的投资都会呢小小的获利哦。不过三星座运势稍微弱一点，在这边留心了。天蝎座朋友要特别小心，投资理财方面要更加谨慎。射手座朋友要特别注意，工作上容易出状况。而双鱼座的朋友在情绪方面控管还要更加的加油喽。另外，朋友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在这提醒你：火象朋友是紫色系，最佳数字是6；土象朋友是银色系，最佳数字是2；风象朋友是黑色系，最佳数字是7；而水象星座朋友是粉红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1哦。